理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好，我见到呢单新闻，第一单新闻啊，呢一段，咁我就只系谂起啊，即系四个字啦，就系说涉欧者诛。咁啊，今次四个字我就唔讲啦。点解咧？廉记拘捕咗个殡仪经纪，因为涉嫌咧行贿啊一个离世长者嘅教友，希望个教友咧将嗰個長者的後事交給這一間殯儀公司去處理。那這個你問我是不是真的要動用到廉記呢？那你真的要用那條條例來告是 OK 的，但我就覺得你好就是很平常的商業運作，就是陣而已嘛。好啦，不用這樣咯，是但是有些人喂屌你有沒有好似梁振英嗰啲幾千萬冇交税喎，英國冇喺澳洲冇交税，香港冇交税喎。喂，呢個點解唔拉咧？或者乜要調查一下咧？講咁多年，係嘛？其實有陣時一兩單嘢就令到你冇咗嗰個公信力㗎。我哋希望廉記咧，真係咧，真係啊，要查嗰啲嘢嚇，真係有表現正功嘅，你要去做㗎嚇，即係 rebuild 翻啊，真係要重建翻啊嚇。get in front of behind 啊，唔好落後啊，形勢啊！廉政公署琴日落案起所個殯儀經紀控告佢用3000蚊行賄一名離世長者嘅教友，以獲取為該名長者辦理身後事嘅生意。嗱，翟國雄係廉親恩有限公司嘅銷售代理 ，OK， 被控一項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名，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第92A 條，獲准保釋。28号，即是聽日啦，向喺九龍城裁判法院度答辯。案情話，有一個喺安老院嘅長者喺舊年3月6号離世，佢生前咧就將幾萬蚊交俾兩名教友，就話：喂，你兩個幫我搞掂啲後事啦、啊，咁樣，如果我就第時走咗，於是乎咧後來兩名教友啦，就發現咧該名長者咧嘅殮葬。的事情啊，他們都不知情的底下，就在離世，即是長者離世那天，就有一間叫廉親恩的公司去跟進人，於是乎呢，兩個人之中的其中一個人呢，就去廉親恩的辦事處到了解，喂，發生什麼事，為什麼你們搞的。好了，現在呢，控罪就指控被告呢，就是翟國雄啦，就在去年的3月6日向該名到廉親恩辦事處的教友提供賄款3000蚊。嗱，呢個教友咧，其實咧，亦都係嗰個離世嘅長者交低啲錢俾佢做 host， 兩個人嘅其中一個人。好啦，以轉介該名離世長者嘅殯殮服務俾被告，即係廉親恩啦。那個教友拒絕接受被告的賄賂和離開現場，跟住他應該去篤灰啦。其實呢，即我又很奇怪呢單嘢。長者離世，你都未有人委託你，你廉親恩咧就直情去攞咗件單嘢嚟做啦。OK， 於是乎呢兩個教友其中一個去理解嘅時候咧，你就俾3000蚊佢。喂，咁其實係咪應該？開頭的時候，你要喂同佢兩個傾清楚啊！喂，俾我哋做啊！你 sell 佢哋已經得噶啦，佢始終要揾人做啊嘛，係嘛？咁當然啦，你咁樣係梗係賴嘢啦，因為點解咧？以我理解，如果你兩個人都同意嘅咧，嚇、啊，即係佢唔好用回贈，即係平咗3000蚊啫嘛，係嘛？咁就唔好未必有 case 嘅。咁但係如果你在另一個人不知情底下咧，你一定係有 case 啦。呢個不過都係嗰句啦，涉歐者就豬。其實呢個真係好普通嘅大案啊，3000蚊啊，係啊，好巴閉。好啦，又一單，即係照顧者不堪壓力啊，將被照顧者殺害，同埋跟住就自殺。今次呢個係北假山榮光底
啊，有錢喎。即係講幾多鑊咧？我唔知道啊，究竟啊，我哋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四，四而五咁講，政府又話整啲咩熱線，有呢樣嗰樣，咪不斷繼續發生緊呢啲嘢。啊，當然啦，你要發生呢啲嘢咧 ，OK， 即係個責任未必喺曬個政府度嘅。咁你唔通又係一句社會嘅錯啊？係嘛？政府，我哋俾税政府，就係、是、要佢哋去管理好呢個社會。不永遠不會完美的，永遠會有些事情發生的。但是我當我看見喂這對 老公公老婆婆，其實都不是很老的，八十幾七十幾的，喂個不假三明光底都這樣的，你說如果經濟能力差一點是吧，那又怎樣呢？啊，難道老就要死，還要自殺這樣死？他們已經是病得起的了，相對很多很多很多人，是吧？那你想想，即是現在說香港醫療，不要說基層，你一般中產有個病，你心急醫，那個病不急，去私家醫院，可能一個病都可以醫到你賣樓、賣田、賣地的，怎麼生活下去？公立醫院就排到，屌你，即係照個 CT 都可能要排一兩年，咁你點搞咧？啊，好啦，榮光底老夫婦一死一昏迷，警方將案件列為謀殺同埋企圖自殺案。嗱，事發咧就係、是、咧，嗱有兩個工人添啊呢間屋，女佣咧準備為先生換尿片，發現佢瞓喺床上面，口鼻貼住膠紙，而女僱主咧即係太太啦。就瞓喺先生間房嘅地上面，旁邊有把驗血嘅刀。咁啊，女佣透露咧，其實71歲嘅女事主好後生嘅咋，較早前都透露過擔心冇能力照顧84歲嘅丈夫，曾經都萌生尋死念頭嘅。嗱，呢啲咁嘅環境咧，其實咧個非個賓傭咧，但你好難怪佢哋啦，即係又未必，即係又要你即係接觸到我哋呢類嘅媒體啊，其實就應該要咧去揾社工。啊，但社工而家又即係咁嘅環境啦，啊揾啲 NGO 又好似冇乜幾多個啦，係嘛？區議員啊，佢哋都冇乜呢個，即係如果住呢一區嘅人冇乜即係同區議員打交道嘅，即係傳統習慣。嗱，男死者84歲同71歲姓鄭，兩個都係姓鄭啊嘅老婆，就住喺榮光第一個單位，由兩名外籍女佣照顧啊。咁啊，分別住喺兩間房啦，單獨嘅房間，好多夫妻咧年紀大都係咁嘅。凌晨4:30，今朝啊，女佣去死者房間協助去換尿片，點知打開房門嘅時候咧，黑然發覺佢瞓喺床上面，口鼻黏住膠紙，而太太咧就瞓喺地下，旁邊有一把驗血嘅刀，大吃一驚，連忙即係熬醒第二個女佣啦，即刻報案。咁啊，亦都透露咧，女事主兩個禮拜前咧曾經講過話。喂，真係頂唔順嚇，冇能力啦，自己都開始年紀大啦，真係想自殺啊咁講。好啦，咁現場就係、是、北架山道榮光底啦，老牌豪宅屋苑，咁得四個單位嘅啫喎，成個屋苑。咁以前真係好闊落嘅呢啲嚇。即豪宅嚟。係啊，正式豪宅嚟嘅呢啲，73年入伙，實用面積1349呎至到412呎等。好啦，啊今朝當今日當然啦嚇，跟住就啲死者嘅親友都到場啦。點啊？即係而家香港咧，嗱我哋喺80-90年代嘅時候咧，人口未咁老化，即係好似而家80歲嗰啲人，喺80年代咪40-50歲咯，90年代50-60歲啫嘛，啊個社會冇咁老化。健康好啲嘅，我唔講經濟，於是乎咧，我哋對個醫療啊各樣嘢咧個需求冇咁大，而家因為嗰陣時咧個 manpower 經濟向上緊，後生可能係7-8個、4-5個養一個阿嫲、養一個爸爸咧，其實嗰陣時咧，但個社會喺呢一方面冇咁壓力大嘅。但係而家咧，你諗下啦，喂，70年代嘅人都講緊。5条几噶咯喎，5条噶咯喎，60年代嘅人講緊嚟緊6条噶咯喎，你就算我六十尾，我都唔
年，即係今個嗱，即係2047我都六條啦。嗯。好啦，連80年代嘅都講四五條嚟緊咯。嗯。好啦，咁你嗰啲50年代、40年代咧，係70、80、90歲，係嘛？年紀越嚟越老化。如果有陣時我哋下晝咧，去啲屋村，我唔理你咩屋村啊，彩虹村啊、愛民村啊，好多年前你已經發覺，哇！屌你老母老橫村嚟啦，條條都係咁。喂，仔女就忙揾食，我先唔好講個經濟環境。其實某程度咧，啊，所以我哋成日鼓勵啲人多啲出去傾偈啊，啊，啲老人家，就算係一班老鬼去飲下茶。八卦 check 下都好，咁但唔係個個性格係可以咁樣噶嘛。嗯。OK， 飲下茶都講經濟能力啦。嗯。好啦，又冇乜細藝，又冇乜細藝，社區中心俾老人院俾老人家去嘅夠唔夠，或者係咪真係配合到佢哋嗰個？因為其實老人家有啲如果佢仲係活動時，佢好精靈噶嘛。嗯。啊，咁啊，好容易咧。就困喺屋企，尤其是而家，譬如有啲老人家都學識咗話睇電視啊、睇撈啊，個社交生活就越嚟越少。咁老人家身體當然係差啦，又未必願意去通知啲細路。即好似我老豆，講真，都係個肚原來幾個月啦，屙唔到屎，個肚脹到頂唔順先同我講，都已經係過咗過曬秒㗎啦啲時間，係嘛？有很多人家咧，甚至乎咧，譬如好似呢啲啦，啲細路係咪喺外國咧？咁啊，咪請兩個工人嚟，一唔想入老人院啦，又咁嘅經濟環境都未唔希望入老人院啦，請兩個工人嚟照顧佢哋。但係隨住個年紀咧，係嘛，即係嗰個照顧壓力就越嚟越大啦。嗯，我覺得咧，而家喺我哋去求政府啊，嘥氣嘅，嘥氣啦。即係如果而家屋企有老人家嘅咧。做後生嗰啲咧，係啊，真係，因為父母一定係永遠唔想拖累你哋，盡量翻多啲屋企，同我哋傾下偈，用對眼去觀察下，究竟而家個情況係佢哋個情況係點啊？即係好似我有個網友同我講過噶，佢都50多歐，咁啊好多年冇出過門，點解咧？佢爸爸媽媽係90多歲啊，啲家姐阿哥。就成世家唔理啦，咁佢只一個，咁又唔捨得俾老豆老母老人院。我話你真係要諗喎，佢老豆而家佢老母咧係入廁所行去都唔得嘅，但係佢老豆都90歲噶啦，點樣幫到佢咧？結果佢又冇做嘢，我哋個網友，OK， 咁又冇結婚或者負擔得到嘅就可以啫。如果要去養家嘅，咁呢兩個老人家點咧？有陣時真係老人院係。即係唯一嘅選擇。嗯。但係老人院，屌你老母又會有張建華喎。係啊。係嘛？又或者會俾人匿保咗喎。跟住又逼喎，翻到啲老人院。又或者俾人匿保咗，你個仔女唔孝順喎，啲老人家未必中意噶嘛。嗯。好啦，咁你話係咪好撚慘啊？所以點解真係會出現呢啲咧？至於嗰啲咩熱線嗰啲，唔好玩啊！即係我唔係話好有起真係好過冇嘅咩 WhatsApp 啊咁嗰啲，佢要識得先用先得㗎。係，嗯，真係好慘。喂，北架山咯喎，但係你因為佢連埋你，因為身體差唔多，因為你又冇錢嘅喎，你基層都會咁樣嘅喎。嗯。啊，所以點解咧？我真係唔想好似即係我哋香港發展到好似即係啊，即係唔好講我哋祖國啦，係嘛？屌你啲老人家老咗病咗就自殺㗎啦，真係無謂啊！屌你使100幾萬去邊度揾一百幾萬爭到咁多錢，唔好拖累啲孫啦，咁咪真係由生節考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另外呢個咧，即係我覺得真係好神奇呢單嘢，今日先睇到個新聞，一名女子誤當網上情緣，結識男網友之後交咗70000元，諗住同對方共築愛巢。點知後來俾咗錢之後就懷疑受騙，就報警求助。喂，咁啊，警方咧就騙徒再聯絡事主，尋日喺港鐵葵興站會面，結果遭到埋伏嘅警員拘捕。嗱，其實呢一單嘢我睇落去咧，我真係覺得
我唔知啊，一個報道係咁多。我如果怎睇個報道，我覺得差人未必夠料做呢條友喎。點解咧？係啊。好啦，消息話女事主同呢名男網友喺網上結識 Facebook， 認識咗一個月，雙方未曾見面。啊，又係未見。嗱，你未曾見面，約出嚟見面，甚至乎打炮冇問題嘅。嗯。OK。仲我仲鼓勵添。但係你未見面咧，俾幾皮嘢佢，你真係太戇鳩啦。但係男網友未曾見面喎，咁當然喺網上面都發生咗情緣啦。就話想同佢一齊租得，真係想同佢一齊住啊，但係冇錢，好啦。於是乎咧，就問佢攞租樓嘅按金，咁你都出嚟見到佢先俾啦，係嘛？女事主俾錢之後，諗諗下又唔對路啦，揾個男網友，男網友又好似唔復佢喎。於是乎咧，佢咧就報警。喺呢個時候，男網友又約佢見面喎，就話要還翻啲錢俾佢。OK， 嗱個男網友可能真係還翻啲錢俾佢喎，想。又或者約佢見面，話還翻錢俾佢，點解會咁樣呢？因為咧喺之前咧，一定有呢個女仔啦，因為起疑啊嘛，係追過佢啲錢，先會話約佢見面還翻啲錢俾佢啊嘛，先會有呢樣嘢噶嘛。埋伏警員見到男子出現啦，上前截查嚇，翻查手機同埋對話記錄，就將佢拘捕。喂，咁如果而家真係出嚟還錢咧？嗯。係嘛？即係我用呢一段嘢嚟睇啊！佢真係諗住嚟還錢啦。咁你咁早打草驚蛇做乜撚嘢啊？佢老實講啊，如果我去玩網上面，我亂咁噏，唉，屌你老尾！真係話我真係好撚好想同你一齊。嚇！你而家咁樣啊個環境，唉，我又係咁。喂，不如咁啦，我同你咁一見如故，我哋一齊出嚟住，咁啊可以慳翻。嗱，你又嗱，而家你成兩萬幾蚊租，嗯，我又成八千幾蚊租，咁我哋。喂，不如租萬零兩萬蚊，我哋可以一齊住，咁啊，大家都負擔輕咗啦。而且雖然我同你未見過面，但係你覺得我同你係咪好啱 key 啊？啊，我今年38歲啦，但係啊，我真係未試過，我有時都懷疑究竟呢個係咩一個咩感覺咧？冇理由噶嘛，我都未見過你，但係我由朝頭早起身我已經掛住你，夜晚又掛住你，天氣凍我驚你唔夠衫，天氣熱又驚你著得太多衫。你有冇咁樣嘅感覺啊？喂，你係講呢啲説話嘅啫，嚇、嗯、你都係咁啊？嚇、啊，喂，如果係咁講，跟住我就話：咦，條女戇鳩鳩喎！喂，嗱，但係我而家啲錢未匯到翻嚟，你可唔可以出住錢先啦、啊？去租樓，咁你會諗嚇咁樣啊？咁都起碼係一齊去睇樓，睇啱啦，你落住訂先啦、啊，咁樣。屌你老母唔係嗱，喂，哇！我真係好想同你，我真係揾到個單位好好啊！哇，幫佢按金咧。都要6-7萬蚊，嗰啲錢又匯到翻嚟，你可唔可以出住先啦？邊度啊？咁樣，我喺康山嗰度啊，嗰度600幾尺兩個房，我哋一人一個房咯、啊。你驚我搞你點點點點？咁你俾錢佢？嗯，其實係嘛？屌真係太撚蠢。不過呢單又我覺得即係可以商榷。第一，係呢、這個唔係 K K 園區嗰啲，唔係真係喺佢香港網友呀，係啊，條仔亦都30幾歲嘅啫，係啊，可能都真係呢個唔出奇喎。喂，你未見過人面就俾錢人，呢就真係太咩？唔係啊，而家佢出嚟亦都可能約佢出嚟啊嘛，真係出咗嚟喎。係咯，即係真係還錢嘅喎，或者真係同你諗住你出埋條女咯。就唔係可能咩還二千再借多萬。係啦，你唔好理啦啊，或者順便睇清楚個樣，如果 OK 咁咪 check 埋佢咯。嗯。喂，嗰日我著黑衫黃褲啊，你認得我咧？咁啊，老喺度著黃衫黃褲睇清楚先。咦，屌你掂喎，都 eligible 喎，借撚埋佢咯。嗯。跟住係。喂，你話喂，我係莊臣啊，嚇、啊！你係莊臣，你唔係話著黑衫黃褲嘅咩？我啱啱洗咗未乾啊，攬個電話出嚟啦，係咪啊？屌啊點咯 ？OK， 好啦，但我成日覺得咧，喺網上情緣啦，最麻煩咧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你除非一早就係用真相見人啦。嗯。如果唔係，屌你咁，你幅相我鋪個屌你咁樣，即係鋪個劉德華、陳冠希咁嘅款。屌你乜出撚到嚟？屌你老母變撚咗咩啊？啊屌你老母！即係袁華咁樣。即相就係林峰出嚟就林雪。屌你個係咯，咁就唔撚掂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另外咧，警方拘捕咗啊，哇！140人喎，130名女人同埋10個男人，據即係元朗嚇，
據講咧，佢哋相信瓦解咗三個賣人集團等等，我都費事講咁多啦。幾歲先？邊位？佢冇話幾多歲，介乎18至72歲。喂，十八都有？係啊，咁72歲都有，咁但係啲有男有女噶嘛，可能72。可能72歲嗰個正常，我哋諗應該係嗰啲啊，即係 keeper 啦。我估係啊。但係佢可能係雞，都唔十八歲，我哋諗就係雞。其實佢可能咧，或者佢係 agent， 或者做看睇水咯。掉撚轉曬幅。嗱 ，anyway， 即係老實講，咁警方當然啊，覺就屌你咩覺得好撚有型噶啦，係嘛？即係又話咩長期留意元朗嘅非法賣淫活動持續啊！咁於是乎聯同入境處一個月入邊咧，由2月26至3月25日展開代號定風嘅行動啊，打擊啊有組織啊，定網都咁勁，咁勁，可能都真係咁勁嘅。又話夜奔翻，搏下嘢都唔得。咁因為點解咧？講到咁勁咧，先咪顯得我哋破案有料到啊嘛。OK， 十八歲雞咗拉，真係淨仆街。嗱，老實講啊，我覺得啦，因為點解咧？佢而家呢度好大部分咧係啊，有22名來自啊內地嘅，亦都有泰國同埋老撾。咁呢啲一定係違反逗留條例㗎啦。咁佢最重要嘅提醒，我哋講呢段新聞咧，就提醒咧，而家咧就係單位業主啊，喂，因為咧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143條，出租處所以公用作賣淫場所咧，咁任何人身為處所嘅擁有人或租客或代理人咧，如果你將全部或部分單位出租，而係明知道係會愛嚟作經營賣淫場所咧，經定罪係監禁7年。嗱，其實呢條刑事罪行條例143條咧，係不嬲都有嘅。其實，但係喺過往嗰幾十年，其實好少咁樣用呢啲條例嚇。咁啊，近年其實已經係一不下一次咁樣咧，係即係去提醒大家。咁啊，簡單啲啦。咁啊，變咗你諗下，最客觀嘅因素就係乜嘢咧？如果係咁嘅，一般業主就梗係唔夠膽租俾你，但係你唔知道你係咪嚟做淫忽噶嘛？租嘅時候。好啦，租咗發嗰啲做人翻，喂，我唔租俾你咯，你講。超，喂，我租俾66歲嘅阿婆。我點知啊？鬼知佢係雞啊，仆街。係啦，好啦，到你發覺嘅時候，哎呀，唔得喎，屌你老味，我想收翻嚟。喂，有啲老業主幾廿歲，喂，嗰啲黑社會嚟嗰班裝，空鳩你，係嘛？話半氹，咁點咧？嚇，咁又或者，於是乎有啲索性係咁啦。嗱，阿婆，你驚啊嘛？屌你老味閪！嚟家咗我哋兄弟揾食啊！你幾撚多兄弟？不如咁撚樣啦！屌你老母！我唔係啊，我會做監啊！屌你老母！你驚阿婆？哎呀！我真係見係你。喂！你覺得我哋有心呃你咩？喂！我哋都唔想啊！我仔細老婆亂。喂！我做三行嘅，我同你講過啊嘛。啊！屌你而家咁樣工又唔夠開，咁我都要揾食㗎，我都係分通，即係分隔翻啲房俾啲小姐嘅啫，係嘛？喂，唔使驚喎，唔係經濟唔好，我唔租你，邊個租你啊？你真係驚啊！不如咁樣啦，唉，你既然驚，你賣俾我啦，就唔好三日唔賣兩個飯。你煩我，我屌柒你！大家喂，我同你相識都好好傾啊，而家搞到見到面都好似屌你咩啲隔閡咁樣。喂，我都唔中意啊，婆婆好唔好啊？阿廖婆嚇，係啊，咁你幾錢啊？200萬啦，唔係啊嘛，我380萬我都唔買啊！上次喂，老老實實講。我係得咁多啦，亦都做唔到按揭。你啱嘅買落去，嗱半空嗱半空，阿婆200萬都夠過世啦。你都我睇過你個查冊啦，你12萬買翻嚟嘅啫嘛，72年都住咗咁多年啦，係嘛？老實講，喂，到時如果我真係揾到錢嘅，咁我咪再慢慢氹俾你咯，係嘛？好啊，你而家心驚膽跳，喂啲細路，屌你女啊，埋你啲細路啊，屌你老味閪，你臨老屌佢坐監，原來做乜撚嘢啊？屌你老母租個單位俾人哋做淫忽喎，坐7年監啊！喂，你個仔係咪讀緊醫生啊？嚇、啊，喂，屌你哋邊個去講啊？啲老人家，係嘛？所以咧，其實呢條條例咧，學你話齋，明知喎、啊，啊喂，我真係唔知喎，租嘅時候。不過我成日覺得，第一，嗱，而家經濟差，一定多咗長者出嚟去做計，自力更生。係。你咪賺開賺閉咯，要。嗱，你咪呢個最基本。係啦，退第二，因為我即係識有一個人同我講，點解咧？啲老雞都仲有咁有缺缺市場。係。佢啲老雞喺度中出啊，唔驚搞大佢肚啊，唔驚搞佢之後佢威脅你啊。喂，大佬。問你攞錢啊？你要去到50幾歐，嗱，而家啲人咧唔同咗啊！40多歲都未停經嘅喎，你好似阿林咩嗰咩咩風啊，黃咩風啊嗰、那個，
王澤峰，王澤峰的老婆啊，第一個51歲，第二個53歲，生兩件好似，佢50幾歲都未停經，咁你話要揾個停經嘅嚟中出，咪真係要58、60嘅咯喎，心理大把呢啲年紀咯，條街度。嗱，老實講，咁講。佢唔係怕，我怕即係搞大咗負責任啊！我話啊，我大咗，跟住你又唔信佢屈你錢啊！即係老實講，你叫雞咧，即係我要咁講，我又唔覺得哇！我哋嘉賓到咗啦，我又唔覺得你要叫雞咧，會叫到咧留埋你個電話號碼、身份證號碼，點樣聯絡俾佢嘅？咁我又唔會覺得，即係你話係經濟唔好，問心嗰句，即係你話。嗱，講真，如果你話香港幾十年，佢好即係去到50、60歲咧，呢啲講環境玩60、70歲啦，甚至乎，我諗佢點都過去有啲積蓄，或者佢就算係做啲基層的工，咁我諗可能間公屋咧有細路仔養啊，或者幫下十幾二千蚊啊，都未必要撈到咁樣嘅。而家咧，如果佢譬如我哋去醫局街嗰啲啦。40、50、60歲嗰啲咧，你好明顯咧，嗱我嗱千祈唔好睇唔起人先，唔好睇唔起人先，唔止40歲，唔好睇唔起人先，40、50歲啊，我覺得佢多數係新移民，因為佢冇證，佢又唔夠膽喺度，真係租鋪頭開嘅喎，有證嘅 ，OK 就唔會違反大陸條例嘅，咁當然即係有呢個市場啦，嗱我真係唔想講，我哋嘅老友啊大隻嘟。嗱幾個嘅嚇，大家唔好對號入座。大隻嘟都去呢啲街。大隻嘟咧，佢就熟曬呢啲咁嘅地步嘅。唔撚係啊！佢仲話：，因為我又唔去搞嘢，去睇啊嘛，同埋去剪髮，佢三兜嘢啫嘛。咁咪衰啲喎，齋睇唔幫襯。唔係啊，佢又幫襯剪髮咯。點有冇去剪啊？撲街！三兜嘢唔係話佢剪得幾好喎又。O K。佢加多唔知30蚊就染埋髮嘅咯喎。咁加多幾多台咩啊？咁你唔會諗啦。嗱，老實講，如果你話嗰個基本咧，水至清就冇魚，係嘛？即係而家女嘉賓、少女嘉賓上嚟咧，搞到我哋咧，喂，少女嘉賓，我哋其實咪可以唔使你照講嘢都得㗎。少女嘉賓，我照講，我哋照講啦。即係老實講，水至清就冇魚。你想個市旺，其實從來都係咁㗎啦。係嘛？喂，元朗梗係旺啦，荃灣梗係旺啦。喂，夜晚3點鐘。你嗰啲仲有人食雲吞麵，點解有雞叫？真係係嘛？你點解咁㗎？即係唔好拉啦呢排。喂，仲有啊，佢咧仲要話咧，有啲人提供器材啊，嗱，你都識講啦，咩提供毛巾啊、牙刷啊、漱口水啊，咁又係有生意嘅喎。30蚊剪髮得，邊度都係啊？旺角好多都有，我哋對面嗰啲好多都有大角咀啊，30、40嘅。因為點解咧？阿叔我都有好多係。如果你而家去嗰啲快剪都要好多69、79噶啦，快剪都，咁你再平啲上嚟，真係三兜嘢嘅咋？係啊，30啊，35啊，好撚掂噶。喂，休息一陣啦。